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7年8月5号星期六，农历是6月14。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师傅，我居然打通了您的电话。哎，你好。师傅，我第一次听到您的您声音。师傅，喂。喂。哎，你请讲。我是1985年的鼠，老鼠是吧？哎，1985年的老鼠，好小声啊！你等等啊，等等，好小声、啊，你等等啊，我看看啊，1985年的鼠，1985年鼠老，你想看什么？我想看一下我的身体。肠胃不好，嗯，还有腰不好，啊，你过去有过忧郁症，啊、对，你什么事情都担心，都害怕，人是一个好人，感情上受过挫折，是的，你要好好念心经啊，你不开悟啊，傻姑娘，哦，明白了吗？好，好吧，师傅，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拜师的，可是后来我的莲花掉了，我做了错事，这不好、但是我是当时有一天晚上梦见您，就是跟我说，就是我那时候生活有挫折，然后呢，您在梦里面跟我说，我37岁的时候可以当上圣，当圣神。就是当圣上，然后我想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说我37岁的时候是可以修得比较好一点的意思吗？那肯定的，嘿嘿，那就是说当圣人呢，听得懂吗？师父，我可不可以在37岁的时候再重新再拜师？没问题啊，你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呢，不是拜师，有很多人呢，他们知道自己掉下来之后啊。他们呢，就是在师父拜师的时候，他们在就是不远处，他们自己在拼命的求菩萨。后来，果然有人求到了，又上去了，他晚上做梦，他自己做到又上去了，莲花。所以有时候，这个人要诚心啊，他在师父拜师的时候，从头一直念经，一直念大悲咒心经，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让我能够莲花再插上去。因为我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呢，念念礼佛，念念大悲咒心经，他就要说真心实意，什么都能改变，明白了吗？好吧。师父，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改的名字，叫我姓杨，叫杨顺如，请问可以吗？顺利的顺，如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如果的如。杨顺如，改过啦。声纹了不啦？这个没有声纹，我之前这个是我想要改的名字，还没有声纹。不是太好，不是太好。再去改一个。再去改一个哦。好的，那我好，还有就是，请问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几几年属什么？1985年属鼠的。图腾颜色是白老鼠，真的是，我就感觉自己穿白色衣服好像特别好看，很亮，非常亮。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我要念多少的小房子？就是好像我现在我知道自己其实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我大概要总共要念多少的小房子？还有我修行上有什么事需要再改进？脑子不要乱想。有时候会想到一些不大好的事情，男女之事，这个要克制，听得懂吗？好，好吧，其他没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我觉得自己修得很不好。想了太多，不该想的想了太多了。好吗？好，就是我有时候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感觉，有时候觉得心脏好像不舒服，也不知道是自己的错觉还是说我这个的确是需要。老鼠是吧？是有一点早搏。
老伯啊，有就突然之间跳一跳，嗯，有感觉的，嗯、老伯，你这个血、嗯，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心血管系统有一个地方有点点堵塞，你赶快，我觉得你应该吃那个丹参片，嗯，丹参片、嗯，好，我再吃，好吧，嗯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还有超度没有超度完的吗？没有，你现在孩子没了。就是还有一个像、哦、还有一个像老像一个像一个姐姐啊，或者年纪大概像五六十岁的女的，一个灵性哦，嗯，五六十岁的女的，嗯嗯，那就师傅您辛苦了，那我就是帮我先生问一下，我先生是1983年的猪，只能看看，他只能看一个。哎看什么东西啊、嗯嗯、想看什么嗯啊好就一个就不问了想看什么讲给我听哎想看一下他的身体他好像那个腰也不好、啊、关节也不好年纪轻轻我告诉你啊他的情绪变化太大嗯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嗯、啊、对他工作上压力比较大，嗯，就是他的那个男科的问题，最主要是这个问题。我看看，嗯，啊，前列腺，嗯嗯嗯，前列腺肥大，嗯，他吃，你要叫他吃那个，就是防止男性前列腺的那种辅助药，要叫他吃了，嗯。哦。你不叫他吃的话，他小房子要念多少？他这样的情况。他不吃的话他会那个的他会生癌的这个地方啊他现在小便特别多嗯哦嗯你要叫他当心了不是太好嗯这样嗯睾丸这个地方也有病嗯哦嗯听得懂吗就是好像子那个精子成活率不高 对就是这个精子全部是从睾丸里出来的、嗯、所以他现在存活力不高就是睾丸不好、嗯、运作的非常不好、嗯、你要跟他说的跟他的前列腺啊都有关系他现在吃进去的很多东西啊他我不知道他吃什么药没有好像有一种药激素对这个不好的嗯哦他吃了一种他在喝中药啊是吧他可能有一种药、嗯、可能对他这个不好的嗯过去有一个人就是一直在吃一种就是心血管系方面的药西药吃了时间很长之后、哦、他一直孩子生不出来后来人家也查不出他什么毛病最后很长时间才化验出来说他缺少一种什么元素这个元素呢就是这个吃的这个心血管的西药里面有的嗯就把它弄掉了听得懂吗嗯哦好了哦，那我就是他这个就那小房子是要念多少？我可以看帮他念还是？你要叫他至少不能吃活的，嗯。哦，不能吃活的。吃活的他这个地方最容易坏。男性的话吃活的海鲜的话最容易那个生殖器官会出毛病。哦。因为他根本不能从排尿系统排出来的，他很多的动物的那种。这种脂肪啊还有动物的那些高蛋白啊还有一些东西它从排尿里边排不出来呢所以就积压在那个这个输尿管里边所以它就会慢慢肥大所以你去看好了胖的人都有这个毛病哦明白了吗 嗯好了嗯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再见啊嗯好嗯再见嗯好喂你好喂师傅你好师傅你好你好喂、嗯、哎师傅、哎、师傅、嗯、你好你好你好他什么啊、哎、请师傅看一下1964年属龙的1964年属龙的是吧1964年喂1964年属龙的男的女的男的
属龙的男的、想看什么讲吧。想看他的身体。第一，颈椎不好，脖子、脖子酸痛。第二，肠胃部这个地方不好。还有他的这个脖子，他这个鼻子啊，鼻子，还有鼻子跟眼睛这个地方，你要叫他特别当心。我看到有一个灵性，会让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模糊，鼻子这会不通。你要叫他当心，时间长有可能这里会长东西。你去看他脸上经常会长东西，长疙瘩的。听得懂吗？还有他的脾气很倔，脾气很倔。性格倔得不得了。你呢，最好帮他多念点心经。我讲功课。师傅啊，可不可以看他的功课？他的太太现在有帮他在念经，然后呢，他亲戚有查出来他得了肝癌。我看看啊。哦，靠右面，有个，肝癌有个人呢，你问问他有没有一个兄弟，跟他这个年纪差不多的，死掉的，比他大一点，一个兄弟，一个男的，眉毛有点浓的，你听得懂吗？一个男的，你叫他念86张小房子，86张。叫他不要喝酒啊，他过去喝过酒啊。对，他可能爱喝酒爱抽烟的。所以我跟你讲，肝癌了。他这个呢，肝癌呢，你去问医生好了，长了一个小点，叫这个小点就叫占位性病变，听得懂吗？他这个肝癌是他太太之前就是肝移植给他的，他以前已经有得过了，后来太太把那个肝再给他移植过去啊。对，然后现在又才查出来晚期了。所以我告诉你，占位性病变呀，你听得懂吗？就是这个肝呐、这个当中有一个小点，这个点就是一个癌细胞啊，癌症啊，就是肿瘤呀，像小肿瘤一样。他不当心啊，他以为没事呢。我看看啊，他的命，他现在几岁啊？53。几岁啊？53。53岁，大姐，一个大姐。很不好，半年到八个月，最多半年到八个月。那要小房子多少？叫他放生啊，赶快放生啊。至少许愿，至少许愿。他太太刚许了，这个月要放生5万。一万就明显好转。他这个月啊，对，啊，他下个星期还要再去化疗。那个医生说，他现在一个月后他再去查的话，如果有病变的话，就要动手术，需要化疗。又要化疗了。对，然后他猜他已经学了放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他不珍惜生命的这个人，这个男的有点乱来的，听得懂吗？所以赶快帮他放生，帮他念小房子吧。大概要700张吧。他如果他你告诉他，他以为他不会死的呢，他都不知道他这条命已经死过一次了。他太太一直在帮他念经了。不是他太太吗？他早就死掉了。
这还不懂啊？好了。对啊。嗯。所以有时候这个女人们就帮男人背呀，背得动了背，背到后来背不动了就他走了呀，然后这个女人身体也会很差的，明白了吗？明白。好了。因为他的功课怎么做呢？功课就这样，礼佛每天三遍，好吧？嗯、小房子、嗯、主要是小房子，嗯。好。我告诉你，他现在呢，你去问医生好了。他现在当时移植不是移植的太好，因为他的现在的肝里面的那个细胞啊，跟他的那个身体啊不能吸收，你听得懂吗？嗯，因为他胃也没有了，师傅他的胃也动过手术。嗯，现在你们知道了吗？靠别人是救不活自己的，只有靠自己，吃了喝了太多酒了，真的。对，像个酒鬼一样的，怎么停不下来呢？嗯，好了，好好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救了很多人了，听得懂吗？嗯，好，放生总共要多少？放生一共要多少条，师傅？我刚刚讲了一万条。嗯，不要一下子放，一个人很瘦想吃成胖子不可能的，慢慢的放，听得懂吗？不是说把这个数字放掉了你就能活了，听得懂吗？要有时间的。好了，嗯。师傅，那他这个他的太太已经许了一万，那是在许一万吗？就是这个一万，可以了。嗯。哦。好了好了，不要那了，给人家救救命了。好了，再见了，不要再讲了，好吧？好好修。师傅。要想救他，就这三大法宝啊！快乐，再见再见啊！再见，好师傅再见，感恩师傅，再见，师傅啊。喂，你好。喂。你好。啊，师傅你好啊！祝师傅生日快乐，保健康。谢谢。嗯。嗯。啊，我想。教师傅看一下莲花是2896和2897。二八九六，一个个来啊，先看2896。那在还在上面，但是这个叶那个莲花叶瓣啊，非常的不好，颜色很差，嗯。哦。像有点像有两瓣像枯萎了一样，嗯。是2896是吗？第一个2896。嗯嗯。好吗？哦，还有一个是2897。男的女的？女的。哦，长得还蛮好看的。这个还是挺好的是吧？嗯，很好。嗯，我说人长得也蛮好看。嗯、哦，原来，谢谢师傅。嗯，我看到。嗯，好了，没事了。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五八年属狗的，你要问什么？业障比例是多少？五八年属狗的。五八年属狗的业障比例和灵性。八年属狗业障比例和灵性。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女的，女的。29业障比例。哦。身上有一个灵性。需要几张小房子？在背部。嗯。哦，背部。经常睡觉的时候腰背痛。嗯。嗯，是的。小房子倒不多，32。32张是吧？嗯。啊、嗯、啊，师傅看一下那个84年老鼠业障比例和灵性。84年的老鼠，啊，女的，28。28，嗯，好吧。啊，灵性。哦，他有一个灵性，哎呦，晚上专门来找他，嗯。哎，是的，晚上我就觉得不舒服。哎、睡觉不舒服了，嗯，就是晚上来，白天不来的这个灵性。嗯，对的。
啊，而且头有点晕晕，有时候，嗯。嗯，对的。啊，就是这个灵性。需要几张小房子？也不多，27。嗯。27张是吗？好吧。不要乱看，谢谢网上不要乱看。好了，嗯。哦，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再见，再见。好，师傅再见。嗯。喂，你好。哎，你好，卢台长。你好。祝卢台长生日快乐。谢谢。身体健康。谢谢。台长，我想问我我自己的身体有没有1981年属猴。想看身体是吧？嗯。是是。啊，第一有没有灵性？第一，你缺钙。缺钙。啊，所以你啊，年纪轻轻啊，也不算太大，你的骨头都不好，嗯。哦，是啊，对啊，对啊。啊，你想想看，第二，有一个灵性，在你的颈椎这个地方。颈椎的地方。所以你的、哦、所以你的脖子只要低头时间长了就酸痛。是啊，对啊，对啊，啊对啊，对啊。还有啊，你的手啊，有时候你的手啊，的 手的关节也痛，嗯。我的手关节是啊。大拇指这个地方经常会不舒服，嗯。大拇指哦，是啊，对呀、啊，对呀、啊。还有，我再帮你看下来，你妇科也不好，嗯。妇科，对啊，嗯、是啊。嗯。所以。要多少的小房子呢？要多少小房子？我看看啊。哦，你这房子里有一个死掉的猫啊，嗯。猫啊，喵。猫。喵。哦，是吗？在我的房子。对，在你的房子里边。哦，因为我晚上有听到声音的。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啊、跑来跑去，呵呵。哦，是吗？啊，灵魂在你的家里跑来跑去，都听得到声音的，嗯。是吗？哦。嗯，这是不是这个灵性呢？就是啊，这个猫呀，嗯。这个猫哦、嗯，要多少张小房子呢？请问。我看看啊，这个猫蛮厉害的，猫精一样的，很大，21张吧，很大，给他21张吧。21张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卢台长。他跑来跑去，你听到声音，一般的都是在这个顶上，房顶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就是上面我听到这个声音、晚上的时候对啊他跑来跑去的是啊、是不是就是写我们房子的要经者呢？对，写房子的要经者、好吗？好的。嗯还有台长，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呢？请问一下。请问你属什么？再讲一遍，忘记了。81年属猴。啊，白猴，白的。白猴是吗？哦，嗯、好，谢谢。还有我的年纪不大、嗯，我说你年纪不大，现在肚子倒有一点大了，肚囊啊，吃的太多了。是啊，是哈、啊嗯。不知道，因为吃的太多，吃素、嗯，因为我吃全素了，因为、这个、吃的多了，吃的很多。哎、对啊，就要运动，吃的太多也要运动的，好吗？哦，是啊。有时候要走路，嗯。哦，是啊，是啊，嗯、好，嗯，还有啊，我可不可以问多一个人？是我爸爸。嗯。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呢？几几年属什么的？他是1948年属老鼠。老鼠，嗯，他还好啊，他没灵性。还好哦，是啊。他没灵性，他蛮正气的，人挺好的。嗯。啊，是啊。整天关照你们，就是着急。整天对、啊、整天担心你们，呵呵，自己倒蛮好的，嗯。对对、啊、对呀、啊。好吗？哦，是啊是啊，嗯、非常感恩卢台长，再见，感恩卢台长，再见，拜拜。再见再见。所以救人呢，啊，一定要有能力，否则人家怎么相信呢？啊，你做人，很多人就是。好像觉得很多事情不可思议。我告诉你们，科学家永远去发现已经存在的东西，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当科学家研究出一个现实当中存在的东西的时候，早就存在了。你比方说过去在研究出啊，比方说知道癌症，科学家知道啊，这叫癌，那么早就有癌症存在了。在空气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空气当中有这么多的细菌，有这么多的微生物。当你科学家慢慢发现的时候，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这个空气当中了，并不是说你没发现它就不存在啊。所以很多人慢慢慢慢的啊才会接受，就像佛陀说的，任何一个新生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它必须要有个让人有个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啊的想法啊。最后一个了，叫他快一点。喂，你快一点，最后一个了，给你的。喂，喂，哎、啊，赶快。您好。你好，赶快。啊，这台长您好。快一点啊！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张妈妈跟台长您好，祝您生日快乐，也辛苦了。好、啊，谢谢。地址从纽约打来。哦。那么地址想请台长帮忙看一下图腾。讲吧，请讲吧。是，我想知道弟子与先生的前世是什么关系。嗯，你属什么？嗯，我是1980年1月15号属猴。你念经了没有啊？念经了没有？我有念经，大概修了1年多啊。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念，不过还是尽量就是一天能够念15个大悲咒跟15个心经。嗯，你等等啊，你说你是属什么几几年的？1980年属猴。那个你先生呢？先生呢？先生是西人，他是1987年7月14号，他属兔。你想知道他跟你前世什么关系啊？是的。吵吵好好，吵吵好好。你们最好的时间已经过了，听得懂吗？是的。那我们前世也是夫妻吗？不是夫妻。你过去生中有一世是做过西人的，所以你很喜欢吃西人的东西，而且你的性格像西人，非常豪爽。啊，是是是。啊，就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而且你，我看你的身上曾经，因为你有学过其他的法门，西方教你也学过，拜过的，祈祷过的。是的，是的，我以前是基督徒，然后自从怀孕之后，我去了泰国，然后我阿姨就是介绍心灵法门给我，然后才开始跟观音。现在知道了吗？懂了。全看得到了。感谢。所以我就告诉你，哦、你跟他两个人曾经是。同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一对兄弟。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跟他两个人关系时好时坏，因为你们曾经一段时间生活的非常愉快，这是因为你们过去小的时候相互帮助，以后到后来就慢慢的两个人就有隔阂心。而且你对他再好，他总是对你有点怀疑，明白了吗？是的，是的，现在也是这样子，台长。知道吗？就好了。那么前世啊，师父点你们因果嘛，就让你们明白你们的前世，明白了吗？明白了。我告诉你，那么师父，我告诉你，你必须要不停的在增加福报，跟他两个人，你要帮他念经。要祈福，请南京菩萨给他多加持，让他能够更了解你。实际上你对他还是很好，但是他已经觉得你对他不如以前好了。嗯，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啊，感谢师父。那么弟子还想问说，那我本身自己身上有灵性吗？那我是怎么对不起人家？哎呦我的天哪！你也没什么对不起人家，你就是你身上还有一个小灵性，嗯，
哎呦，掉过孩子的，嗯。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要改吧？怎么念？就是念经啊，念36张小房子给这个孩子。那可以请问是男生还是女生吗？你还要知道男的女的干嘛？死都死掉了。哦，好。吃饱饭没事干的。哦，你好好念经了。对。就告诉你了，是个女孩子。嗯。哦，好好好，感谢台长。而且你跟你老公两个人要念姐姐咒。哦，是是。好吗？好的。嗯，而且你的眼睛不能不看他，你有时候眼睛都不要看他，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他这个人我告诉你，人不坏，但是非常的敏感， very sensitive。 是的是的，台长。啊，知道吗？就好了，明白了吗？哦，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一点。嗯，对对对对对。啊，呵呵呵呵，师父不是用这个神通的话能让别人相信的，怎么救人呢？嗯，好了，结束，好了，没时间了，好好念经了。可不可以再请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先生身上有灵性吗？然后请问他要念几张小房子？几几年属什么的？他是1987年属兔的，他叫 Jose Luis Pena。有啊，他身上有灵性，一个老人家，老太太。可能是他妈或者是谁。嗯，哦，给他念，请问要念49张小房子结束好吧。嗯，我没时间了。哦，没时间了，不能再讲了啊，对不起。好的好的，好，感恩师父，感恩卢台长，再见。嗯，啊，拜拜，好好念经，好好念经。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个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